大自然发现了。你走，一个人走就可以，一个人走就可以了。空仓仓好远，走得了吗？哇，走屁嘞，多高啊！喂，哇，有有有，拜托，要掉下来，不要被抓走了。气死了！不能一直待这，不能一直待这。不是不是，找不到位置。我那边我不能先离啊！你也倒了？没有，他太高了。我只能走别条路了。啊！你也倒了。嗯。茉莉直接走。走吧。走捷径走。稿子吧。不是啦，我觉得他们太贪了。对。他们不按呢、欸。我们是想说他们应该有想法，所以我们也没按。嗯。然后最后来到那个大地方就狙了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组合火力太弱了，两个工程师。对啊，得了得了，哎，不想想我们工程师这等级这么低，哇，啊，换一个机枪。射得更远。好。更多弹药。真的是该走的时候就还是要走。别贪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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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我们以后还可以有每周合约。看他下一关要给我们带去哪里。你说我们玩等级三没有？他危害等级是二啦。啊，区域有时候有没有会有任务长度跟复杂度？嗯，哎、欸，他结束了，他不要我们了啊！哼，哎、欸，是他的问题。那时候满了按了走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对，还往下走。对啊，我们还去救他呢。来吧，我们最后再看加拿。那个嘞，那个 EW VADA。嗯，怎么没看到？你看到最上面，我是看蛮上面的，十二分钟，有。进来了，他们。Keep them shots off me. I'll keep the team alive. 哦，有钻头工、嗯，一样的关卡，我一样的需求啊。呵呵，325个末零食，大家可以看右下角，危害级别是二，重点是这个，
二就可以打了，三以上的真的太可怕了。你有进来吗？有进来了，从天而降，哇，真的跟刚刚很像的地方，呵呵，也是沙的地。Flares up！ 呼呼呼，帮我们挖消团。假设，假设。There's nitro here. Look, I found. I made a platform. I caught the volley. 为什么那个？那我挖莫林子的障碍，他挖了一圈，他终于挖到了。嗨。蛮宅，小团超多，超难啊！跑酷，嘿。哎、欸，有白白的球、啊，还是挖过了。看看，那你要挖到中心。好。小团超多。哦，有了。喂。挖黄金，哎，哎，跳不起来，可以的，跑酷，哼，再一个就直接来，气死！挖黄金，挖黄金，挖挖挖挖挖！哎，我觉得泡棉没有那个减轻伤害，还是会疼。有看到那个吗？帮我放。哪一个？上方，右上，右边，上面。等一下啊、哦！我有看见你上面。上面。什么？哪里？你标一下。莫林石，我标了。哦，有有有。有吗？有有有。注意。哎、欸，倒下。啊、他们在打什么？他打水母。怎么的凶凶？哇、哦，这家伙！按摩摩，画龙魔，召回机枪。哦。哎哎哎！这样就可以直接招哦。
the mule. Ah. 那你刚刚也存了。 怪虫，哇！你们在下面哦。我下去救他。哦。因为快落地的时候，我再用钩爪就好了。我看他怎么走。女王炮。他直接很帅气的跳过去了。那这怪虫在干嘛？那个干嘛？恶心了。他叫哎。对啊。 我看他拉很长，很下巴。现在玩那么大，是不是直接下去？喂，哎，这次又还是要刚好落地的时候，泡棉就没受伤了。是这样哦，哦。嗯 哎呦喂，好猛哦！这要时机要抓很好，很快啊！重来了，机枪机枪！啊！Mother Dead。 下，好了，又来一只，死，露屁股了是不是？有两只大的都干掉了，补子弹。 拿走我的！拉人的！我被炸了飞是怎样？在哪？给我拿！有没有火焰枪的？靠他！ 我临时还缺一些，这边你看到我吗？有，很上面哦。应该。有，你有放。你在旁边再放我放一个，我要定过去。它太远了，懂意思吗？不是。 不是，它太远了。我你在一个，OK，的峭壁在低一点的地方绑。太远了。还是先去这里。也太远了。好。他们都走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。 用挖的，完成任务了。那还要挖吗？不要贪心了。对啊，不用贪心。好，他们有人招空降舱哎。哦，对对，已经，他直接按了。嗯，在那里。 怎么办呢？哎，出来了，撤离撤离。怎么办呢？怎么转？空降舱啊！<笑>在上面不是吗？那怎么去？跟着茉莉走。茉莉就这样走上去了。<笑>臭小精灵！ 不是他要更高，傻眼！你看，我不管你，我们这边还有两个可以放平台的，互相加油。
哦，跟在后面学习。小精灵的报应来啦！哇！快走，快走！